今天推荐的是另外，也不会是推荐，今天讲的是一支也是一支老笔，是这样子。当时一看这根笔也是一个观众介绍的，桂冠的那个875刀，对，875刀，另外一支是879 boy。然后这样子，一开始看到这根笔的话是这样，这个螺纹有点毒，因为很少看到，除了 Visconti 那一根威斯康蒂的那支大维纳以外，真的比较少看到这样子一根笔，就这种螺纹的这样子悬上去，哇，真的挺带感的，说实话，然后这样子，这根笔做完以后嘛，对吧？反正就先看一下吧，反正就是这个是桂冠，对。看到，其实这根笔的保存还是挺好的，875刀，对，桂冠能看到，其实保存还不错。我觉得中古笔来讲保存算最好是暂时我手上这根，就买了这么多支以后，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说也是一个极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极细，然后再下来反正就金属的一个笔杆，对吧？凡西莫西基本上都这样子了，凡上还写了什么上海桂冠，桂冠，普通话不太好。好，那个样看一下尺寸是多少，凡早期的规格真的不是很统一，有时候真的是不用上墨青就墨了，好像还是比较大更好一点。然后这样子啊，好吧，忘了，它在上面，下面这根来，然后这样子，量那个尺寸，这样子那个看一下，对，13.5 这样子，然后再下来 13.5 以后，喂，对，然后再下来是这样，11.5差不多11.5这样子，然后再下，然后就无用的先放一边吧，还是一样，然后拿起来，哇，超轻的，这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做的，我一直很好奇他这种到底怎么做的，是一开始压好一个纹然后扭一下吗？能是本身的一个金属能有这么高的韧性吗？我在想能做到吗，这个有点难了，我觉得里面的话，反正里面看的时候好像没有跟着烟这样子一个螺纹呢，就不知道他难道是压出来的，就是一个滚筒，然后就这边压，然后就出这个纹嘛，难道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像。好，那一个不说那么多废话，继续，然后这个笔尖的话，反正就是，还是它算老笔里面它笔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就后面这我不懂为什么后面都会留这么大的一块，是造型问题还是怎么样？这么看也不太敢扭，然后整根笔反正就这样看还是挺不错的。我再下来就是说，这种按肩笔它本身也适合画画，而极细尖我现在感觉有点刺，这样子摸下去，然后整个像这种好像早期的笔都是这种橡胶的，那个笔握，我觉得先上磨一下看一下效果啊，上完磨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反正上磨就这个还是一样，稍微上一下，然后就好，稍微上一上，然后就这个再放一边这样子。算到差不多，然后就得会比好洗一点，这样子我只是这么想。好，那个我拿一下纸先，纸是这样子，样桂冠是吧？桂冠的话反正就写一下吧，桂冠，是本身有水啊，怎么变这个红色了？好像没有对焦到，超细，也是桂冠的笔好像跟长江一样，好像都怎么讲呢，挺不错的，就是写起来很有感觉，而且我不懂为什么是比较红的，我不知道是本身的颜色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不太懂了这个，但是对，超细，手感非常好，很棒，还有中古笔的味道，而且就第一个味道很够，第二个书写感受也很够，真的是细件控的一个追求，没有推荐说，谢谢这位观众啊。这个你看，明显的叫这才叫细嘛。我另一根那个879 boy 的那个就没有这么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这些东西反正都有时间那个时间久，然后会那个什么，怎么讲呢？就是折旧嘛，对吧？然后继续那个说一下这个问题是，我看一下能不能压轻的，也是，但是基本上是给细监控用，但是
我不懂为什么是这颜色，我真的不知道，不要问我。你看下面上下颜色对比就这么大，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数学感受很棒很棒，不骗你们，真的棒，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呢是这样子，结果先放一遍。OK， 反正就我觉得真的挺棒的，这个整根笔是而且整个感觉非常轻，平均，重量非常平均，然后这些反正我不知道是镀金件还是说塑料件，这个但正常应该是镀金件了，然后整根的话是这样子，我觉得买一买回来放在桌上，然后有空当做急用或者来写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说放在一边就当做一根那个就怎么讲呢，随时用那种笔，或者万一有什么事情找一根笔的时候就放在那种位置，这种笔很合适，而且它空间也不大，有时候放在这你喜欢随便拿两笔随便写两笔会 OK。 那平常出门的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好，因为那个世人的目光嘛，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喜欢你不介意拿这根出去我觉得没有问题，暂时看它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是像这种吸墨漆的那个它的吸墨量或者它的除墨量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正常如果不行你就多带一支嘛，我还是那句多带一支能解决吸墨的问题。好，那个所以就反正总体来讲，桂冠的两根笔，我暂时我买过两支的话，都挺不错的。那一个好，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是说，好，对，反正就有什么问题全都留言给我吧。好，那一个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